下，现在这个你先前有被这个攻击，被网络攻击嘛？那这个现在警政署这边已经查出 IP 是在美国墨西哥，那你怎么来看他们过了两个月才查出这个 IP 的位置？因为事实上是在七月下旬哦，我就是有一位网友透过这个我的粉丝专页私讯哦，不停的来威胁我，那些威胁的言论哦，之前我们也有公开给大家知道。那事实上我们在第一时间就立刻报案，那个时候事实上警方已经有来跟我们说明这个事情，说他们因为很可能都是境外的 IP， 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啊来做调查，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公布，因为我觉得给警方一些时间啊来做调查。不过呢，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啊，其实后来警方并没有跟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到底进度是如何。那最近大家也知道，林北好油的粉砖呢，他也被威胁，而且呢，就在23号，那么我贴出就是我在立法院在质询进口鸡蛋的相关的贴文之后，没想到同样一个网友在我们下面贴文就贴上一把刀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之后，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网友，这个威胁的网友，他认为觉得其实根本拿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越来越嚣张。所以后来我们才公布了，我们在七月下旬也确实收到相关的威胁。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公布之后，警方才大动作的召开记者会，说这个 IP 的位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但是我必须要说明，就是在我报案的第一时间，他们确实有来跟我说明，可是之后啊，就根本无消无息。所以如果今天的态度是这样消极，一定要我公布出来，他们才办案，对外界来做一个交代的话，这样真的只是让这些威胁的人躲在键盘后面，或者他们来威胁所有监督政府的人，他们更加嚣张而已。针对林北好油啊，这个林姓版主，还有我们立法委员王宏威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被在这个脸书啊，被这个歹徒啊用恐吓的方式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犯罪跟一个恐吓。那我们目前呢，就是追查出来这个有关林姓版主呢，他的粉丝专页啊是被人家从这个他的注册的这个 IP 啊，是在这个墨西哥还有呢是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部分萨尔瓦多这个部分等于是电话的部分是在萨尔瓦多驻记。那在王委员的部分呢，他的这个 IP 跟脸书注册呢是分别在这个美西在美国跟这个马来西亚还有越南这个部分那我们呢已经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呢来请求墨西哥跟萨尔瓦多呢这个警方来协助，同时我们国际刑警科呢也寻求国际司法互助的管道来进行这个追查。那同时我们会通知驻美西跟这个马来西亚跟越南的警察联络官呢，来对当地警方来请求来配合，请来协助追查。那本人再次强调呢，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言论的自由呢应该是普世价值，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要珍惜，要捍卫。那对于网络的这个言论呢，如果没有逾越法律的尺度的话，我们都会尊重也会这个来保护。但是呢，如果留言呢跟这个信息有涉及到恐吓个人或公众的话呢，我们会这个全力来就办。你引起了这个恐慌，引起了大众的这个担心的话，我们会尽所有的力量来追查，来就办。不要以为躲在键盘之后呢，你的犯罪警察就拿你没有办法。那针对此类涉及到境外的这个网络留言恐吓案件那本署刑事警察局会主动整合地方的这个警力呢，积极协调联络，那跟相关的警察机关呢共组这个专案小组来侦办。针对林姓版主跟王委员的住处跟相关亲友的住处，还有他本身的安全我们都会全力来加强安全维护要保护他的这个安全，不能受到任何不法的侵害以上谢谢大家。
科长这边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判刑的刑度啦，因为包括这个恐吓罪的话，那会判处可能最高是多久？那另外呢，就是那个里面也有就是报告委员啊，他有接受到这个枪支的危险恐吓的照片啊，那如果歹徒是这个嫌犯呢是真的持有这个非法枪支，那是不是会在罪行会再往上加呢？好，这样子，那这个发生这个恐吓违案的案件啊，我们会依照刑法的305条恐吓罪嫌来侦办，那么最重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至于说他的这个图片上面所呈现的枪械啊，因为没有办法判定是否有杀伤力，但是如果经查获有杀伤力的枪械，那如果又在国内犯案的话，那我们可以依照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第7条啊，处以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事实上，就是国民党蛮总召这边中有其实有希望说这个案件可以加快，那目前这个进度是怎么样？是，我想这个案件我们已经交由专责大队会同台北市以及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来积极的侦办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速来予以侦破。至于时效的部分，我们会尽全力来加强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工作。院长，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在我们的质询报告之前，结果我们的陈吉仲部长他提前下台请辞。刚才我也注意到黄国书委员有询问你，你在9月17号慰留他，认为他应该有责任来厘清相关的问题，但是又火速的在19号就让他请辞。这里面我们认为充满了太多的政治算计，尤其今天立法院的专案报告，他却在之前呢溜之大吉，其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代理部长，甚至呢院长自己要亲自站到第一线。那么除了陈吉仲部长之外，我也想请教院长，为什么我们的副院长郑文灿副院长他今天完全不来呢？这个副院长并不能够上台备询了，但是他至少可以坐在这边，听听我们今天的委员的质询。我要讲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时在一开始缺弹的时候，郑文灿副院长跟陈吉仲一起在卖场说，哇，鸡蛋很充足。那当然最后这个被骂死了，因为后来民众到这个卖场，蛋价上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请问的是，院长，我有点帮你抱屈，不能够有镜头的时候有镜头文灿抢，但是有责任文灿闪，他却闪掉了。今天连来报告都，就是连来听报告都没有。还有院长，我们行政院有消保会吧？有。消保会的召集人是谁？副院长。副院长，对不对？郑文灿副院长。所以在这一次的风波里面，牵涉到那么多的一个食安风暴，而且很多消费者应该要被保护的事项，但是呢，我们的副院长竟然缺席。所以院长，你今天站在第一线，我为你抱屈，就是第一个陈吉仲逃之夭夭，第二个郑文灿呢也整个闪掉了，所以现在由你在现场来做第一线。